我的粉丝私信问我说，有没有什么适合做给男朋友的菜？女生们拿出小本本，做好笔记喽。锅底一层薄油，倒入花生，炒至焦香。这一步可是关键，好不好吃就要看调料的配比了。加入切好的配菜，炒香的花生和调好的料汁，搅拌均匀。来点配菜，小酌一杯，快做给男朋友吃吃看吧。